Hello， 朋友各位，我是风破。我们今天玩的就是《Legend of Kai》凯之传奇，没有错。好，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好，上一次弄到哪里了？完了，我每次都忘记。没啊啊啊！沼泽，沼泽很难。我说难的意思是因为，它的区域其实有点算不明啊。Attention, enemy, secure the houses. 保护房子。哎，鳄鱼，哦，哦，鳄鱼。Push off. 很好。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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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前前前！Gosh！完了，我是想不起来其他的招数怎么用。乌龟，让我吃吧。我要先去回血。哪边啊？哪边才是让我回血的地方？这里。进去了。Small Turtle Forts。钱啊！算是我赚到了吗？哎，卡住了。等一下，这个很像迷宫哎。等一下，我现在这个是帮我照明的，可是。我现在想要拿钱而已。哦，那个东西可以，那个东西就会一直留着，那还好。这边有好多路可以走，天哪！那你看到吗？它下面并没有所谓的那种，怎么讲？魔术岛，哎，又是这种东西？不会吧？这个是固定的吗？Find the Frog City and call the 哦，又是这种路线。为什么我的那个火焰消失了？我的 fire 呢？我的 Jonoji fire 呢？就叫你城之内火焰了。
我烧到了。Hey, you are savior, boss. Did you punish the turtles? 你把那些你惩罚那些乌龟了吗 ？Gosh, 刚受伤。这边有骨头哎，天哪！所以这边应该没有太多需要。哎，等一下，这边还可以往上吗？然后看到什么神秘的东西？你找到了？这是金刚狼吗？这是你第二项武器。它有一些特殊的有一些特殊的属性，你可以用它们在水中，而且它们是最好的武器，在去对付那些没有武装的敌人了。顺便也调查一下它的升级吧。哦，差点就浪费了。打开过了吗？因为它可以，它的攻击速度快啦。怎么觉得这一类的武器都是属于这种快速类型？啊，又进去了。哈，这里怎么长出了？哈。Oh, I see you have some new claws. Sometimes.Some business just slips through my hands. Let me offer you a tip, though. Use them wisely. You will need them if you want to advance further. 嘿，青龙铠甲，你在这里？480。哦，这个就是提升的、哦。Get yourself a more powerful sword. 跟你更强悍的武器吧。And improve your magic attack. 它可以增进你的攻击力跟你的魔法能力，魔法攻击。动作是一样的。好，因为我钱很多，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多买一点。Select. Buy yourself a new heart.Container. 这什么东西 ？Blind your enemies. 哦，迷惑你的敌人。You can buy this flash bomb that produces a brilliant light upon exploding that blinds your opponents, preventing them from mounting an effective defense.Buy yourself a new magic container.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以这些东西为主好了，因为那个青铜甲很遗憾，就是说它不适合，它是没办法回复的，有点可惜啊。虽然很帅。Buy yourself a new heart container. 好，离开喽。每次都找存档点都不是很记得了，不是不是这里，这里的不是非常的明显。存档喽，都有先存档的习惯会比较好。这个游戏比较容易会属于，这游戏比较容易会崩溃掉的话，那还是会这样子会比较好啊。嘟嘟嘟嘟，走这里喽，浅浅一下就挥霍光。
好。秋斗，如果我有这种东西的话，那我其实可以砍掉更多的竹子那一类的东西吗？吓我一跳！屁嘞，替你在把布嘞！太危险了吧！我跳不过去。哦，差点就死掉。有存档的地方哎，好棒！你看这种，因为这样子我可以直接回血，可是我的青铜甲没办法跟我一起回过哎，就变成说，变成他只是，有点像。累赘的东西，你不能这样讲啊！就是变得他变得有点难堪了、啊。突然转向有点不习惯，就是。啊，捡不了，糟糕！超糟糕的这个。嗯，这要去哪里啊？Gosh， 超级，在哪里啊？这里超容易失去方向感的。Attention， 又来。No toads。啊！Gosh， 糟透了！他还有，结果。
Gosh， 麦脑。哇塞！啊，结束了。差一点就死光。哦，钱，对不起，但是这边的钱比较重要。Boss, crocodile and turtle confederate with gorilla. 鳄鱼跟乌龟。But us frogs don't give up easy. Oh no.We entrench in our villages and make ready to repel foreign invader. Huh? What the heck are you talking about? We be attacked, boss. Attacked? Attacked. And what's even more a disaster, they close our last escape route to the Forsaken City. Now we are caged, and they will crush us, man. Relax, nothing's gonna stop us. What can we do?If you want to open the froghead door leading to the Forsaken City, you need 2 keys the crocs and turtles store from us. But I don't know where to hide them, my friend. I'll find them. You better hurry, boss. Huh? Hey, wait! This is the last time.看一下，找到青蛙都市啊！你需要两个字，找两个东西吗？不对啊，那边那个是干嘛的？从这边渡过来就顺利了。好吧，看来我没有退路，我只能走这边。觉得莫名其妙，这。你好空哦。有看到那边有东西，可是我觉得我要先去存档，存档才是第一优先呢、啊。Hey, Mister. Hey. Not so loud. 不要那么大声。They are every place, bro. 他们也许在任何地方。Did you already visit the swamps of death?No? I hear there are some very useful things to find there. Oh, thanks. Even more? One froghead amulet be in the crocodile temple. Get in there, you must get the crocodile tear first. Okay. It's best you talk to Major Gu. He knows more.哦，这间好小哦，那间屋子好小，这样讲会不会不礼貌呢？这里好多地方可以去哦，天哪！啊，这边不能这样走。哇塞！啊 ！What the heck？
糟透了。他那种形式是你只要被喷到，你就开始，你的行动会完全相反。Gosh， 你过来。算一滴血是没什么了。那边又会转。啊！哦，烦死了！他那个出现率太高了，太容易出现了。免费的，哟西，免费的。寺庙。Huh? Nobody desecrate holy temple.Die, intruder! 那人好多。鳄鱼穿这样的感觉很奇怪。是，你要打过来一点呐、啊，烂爆了！过来一点呐、啊！点霸卡。Nasty, slippery creatures. 啊！哎，那个电话真的是也不能接了。哇，等一下，我盔甲是就是这样子啊？别吧，好盔甲啊，这个。哇！吓我一跳！三位。啊！瞬间就没了。敲敲敲敲！
完了，血量不太够。糟糕糟糕糟糕，只有些微的回点血而已，但不是，这不是非常的好。像把自己的东西拿我。自己还是人好的。超麻烦的，不是很清楚怎么打他这样子，啊，经常性的没办法打得很好。还有桶子，血基本上毁的差不多了。哦，小青蛙在这里。Thanks for saving me, boss. Those nasty crocs scared me off to death. 天哪！没有更快的走路方式。然后要死在这边了吗？哈哈哈！啊，糟糕啊，这个很麻烦哎，怎么又来？啊！快快快！我需要鳄鱼的眼泪。不是要钱啊！要鳄鱼的眼泪，天哪！这个地方是可以哭破哪里去？增加钱而已了。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钱。鳄鱼的眼泪，哪边才会有鳄鱼眼泪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哈？不是很清楚这是在叫我干嘛？我还要特别跑回去。Yeah!
鳄鱼的眼泪是啥回？住手！我不是很懂鳄鱼的眼泪是什么意思啊？难道是更前面里面有的道具吗？这样我就只能回去拿了。可能下次我要直接 run 另外一边才可能知道是什么了。好了，那今天就先这样子哦，感谢大家收看，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喽 ，See you。